是否你还记得陈升？陈升，哇，升哥。顺着河流走，带小军。苏米恩·鲁碧以《太阳的孩子》原声带单曲《不要放弃》入围这次最佳民谣单曲，多次的入围甚至得奖的记录，这样坚持且努力的精神也鼓舞了更多的族人音乐创作者。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鼓励创作者，我觉得创作的能量在原住民身上是我觉得是非常具有那个 power。 我怎么讲，就是大家因为有各自不一样的文化的生活的状态，不管来自于自己的原乡或者来自于出外的生活经验。第七届精英创作奖入围名单包括白濑、高仲杰以《古老的透明》这张专辑，分别入围了最佳摇滚单曲、最佳民谣单曲、最佳风格类型单曲。苏米恩则以《不要放弃》以及戴小军的《蜗牛村》入围最佳民谣单曲。而同样身为台湾族的歌手 Mazka 也入围了最佳风格类型单曲。最佳专辑奖入围的有最佳专辑奖 Mazka 东南美不负 Reggae， 最佳民谣专辑奖郭明龙 Longer Story 创作专辑，以及戴小军顺着河流走。最佳风格专辑奖 Mazka 东南美不负 Reggae， 巴赖高仲杰古老的透明。最佳创作歌手同时入围三位族人歌手Mazka、郭明龙以及巴赖高仲杰。其实金鹰奖有另外一个是要鼓励大家参与，然后那其实也希望让更多人经由金鹰奖之后听到看到更多的音乐人跟他们的音乐。颁奖典礼将在10月29号晚间7点在南港展览馆举办。记者刘乐十八查克台北市采访报道。